我是辛岛真，在秀进学院担任学生会会长。作为学生会长，我的校服和别人的不太一样。老师特地送了我一件黑色背心和一件黑红相间的褶边格子裙，配以黑色连裤袜和棕色小皮靴。老师说这样会让我显得更加干练，可以大大的增加我的自信心。哎，那边发生什么？那个高高的男人是谁啊？找个角落观察一下。是薇拉，那个男人想对薇拉做些什么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阻止他吗？可是我不敢呀，双腿都在发抖的我能做到吗？不行不行，我是学生会会长，这种事儿我不能不管。喂，你给我站住，把薇拉放下来。把薇拉放下来。果然我还是不行吗？难道空枪就是我们马尔塔一族的宿命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薇拉救出来，哪怕是牺牲我自己。薇拉，我来救你了，快走，我掩护你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可是我的生命就要在这里终结了吗？你已经具备了反抗之魂，觉醒吧，辛岛真。それなら速やかに契約に移りましょう。我は何時、何時を、せっかく見つけたあなたの線を、どうかも見失わない。今日は偽りの自分からの卒業記念日です。伝わってくる。これが私。行け！道真，现在的你无所畏惧，去吧，把威廉救出来，让他成为我们侠盗团的一员。没问题，威廉本来就是我的学弟，我应该保护他的。天龙大蜘蛛，你还想拦着我？吃我一枪！谁说我们马尔塔一族的宿命就是空枪？只要充满自信，枪就不会空。威廉，我相信你，汉绝对不是你的代名词。快走，让我们安全的离开这里。学姐，你这身装束，你是侠盗团一员了？这次来是为了让我加入侠盗团吧？虽然我只想快乐的玩耍，但看在学姐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了，我一定会和你一样舍己为人，多做侠义之事的。学姐，我有句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了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我你个憨憨，